提下去，报案啊！报案啊！报案是探子回来才会报。哎，我今天是要来报案了，报告报什么案？使人罪孽深重，竟做一些让人指指点点的事情。这个人是根本他的行为是已经不适合待在演艺圈，非常严重。怎么说？大家都知道迟到是大忌。那这个人迟到就算了，他还把问题推到我身上，又是迟到，现场迟到就算了，他会说，你为什么没叫我起床？请问迟到是你的事还我的事？怪我没叫他起床，已经迟到还要怪，先发制人了。然后我说，我有传讯息跟你说，隔天早上10点，传讯息不够，你还要打电话来啊，你还要 remind 他，对啊，我是你爸吗？就不是嘛，然后还再来很奇怪的理由，早上我说要拍片。然后我说，你为什么迟到？然后他还凶我，我为什么迟到？我机车没机油，我加机油啊。请问早上6、7点哪里加机油？这个理由也很怪，然后还振振有词，不打草稿，听起来这个人是恶性重大，非常邪恶，人贩给带上来，进来，忘了，进来，别忘了，带了，就是你，我要来叫啊，是我来叫到的。哇，你好大的口气啊。那已经是过去的事，我跟大家申冤一下，过去的事，现在迟到的都是他，包括今天录影我都比你早到半小时。那是因为你说你要大便找不到厕所来这边大便。不专程来这边大便。过去我都迟到，因为他现在车上有载器材嘛，可是现在他迟到，等于全部人都要等他，等他的摄影器材，对不对？但我不会说歪理啊，我不会说早上6点加机油嘛，因为加油站24小时啊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让早上6点加机油？机油呢？怎么会有这样说法？突然失忆，突然失忆，抓到了。但是那是过去的事啊，我过去的事已经改过了。电话接起来，然后人家该。棚里都在等你的宪哥，我说没事没事，我在停车，我在停车。宪哥，好，那要快啊！对，宪哥，宪哥，来，我现在打的是家里电话。还在停车，还在电风扇，打你家里电话，你这种情况也都是有的。还有别的事情要投诉的吗？他常常口出狂言，讲错话，害我们没有工作。比如说，你们两个都是。你看，因为像最近刚好尾牙季嘛，像露露汉典一定接一堆，那我们也是刚开始要涉略，然后他就不会讲话。他在台上长官的时候，然后他那个长官讲完要回座嘛，他说那请长官先行入土。什么？我说，先生，你校园场就算了，先行入土，台下是药厂，请我们去。然后他就说，不是，哪有人像你讲话这么无聊？入座没有梗吗？我是一个梗，入土你又做到官方的，如果是那种官方的人，人家是个长官，对不对？哎，请先下台，不行，大忌。还融入什么动漫梗？说我第二段在用什么碎土转身之术让他出来，没人听得懂。但是重点是员工笑哈哈。所以说长官可能皱眉头啊，但是给你那出钱的是长官啊，长官也是你最后一次主持他们家尾牙了，好像有点道理哦。但是我遇过一个更厉害的，还有那一年尾牙造成轰动啊，怎么样？有一个新的主持人上台，太紧张了，他要跟大家说，欢迎各位精英们，他说欢迎各位英精们，那旁边人应该要接嘛，不止英精们，还有很多精英们，还有婚姻精们，这个算是普通的。我还有一个朋友，怎么样？拜托，人家长官就在那里，对。然后人家姓明明就姓郑，他还跟叫人家郭部长，哇，好像在就是我本人啦，喂，讲错了吗？还有更严重的，讲错就是他会人前一个样，人后一个样。厂商很开心说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合照？哇，我好喜欢你哦。然后那个女生可能胖胖的，然后跟他拍完照，转头就说死肥子，跟我一聊，我不想装熟。然后讲超大声，说什么死肥子，没有控制音量。他会觉得讲很快，是熟了，我不会讲那种，我是讲卡比兽，拉近我跟他的距离。就比较可爱的感觉，就他会攻击别人，然后讲很快，是圆的啊，很对，太熟了才会这样子，他会觉得对我热情，可是不像你是敷衍厂商，他变成讲话很直接，就太直接，白目了，直白了来来来来，我们看看他们的验证 VCR， 看。
好的，我现在要打给孙生，告诉他明天中午要开会，你想要出歌，你的机会来了，因为他很想出歌啊。哎啊，那个明天中午要开会哦，啊不要迟到哦，好不好 ？OK， 拜托你，你以为那十几岁的我？没有没有，你迟到会搞砸，你不要迟到。早就没有在我的字典里了。这是偷拍的。没有在我的字典里了。晚安。迟到太久了。我以为今天到底有没有人要开会？六小时哎，我十一点就起来了。让我们回到两个小时以前，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。迟到一个小时，超级夸张，可怕哦！你看，直接都跟了，好可怕。迟到太久了。我以为今天到底有没有人要开会？一个小时哎，我十一点就起来了。这样真的很罪过哎。就是他是那个老板的道歉了哈。对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本身呢，就是一个自然生态农场的主人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那个医生，很常出现，治口臭蛙的医生。他还没发现，你看他多笨。啊，今天呢，请你们来就是要帮我的产品啊拍摄 MV 或业配，所以我想为我的鸡舍啊拍一支 MV。豆豆那边看到酷炫他的 MV， 哎，我觉得他点阅率蛮高的，一定要对。高，所以说我打算我这个鸡舍的 MV 啊，要当主角，还是由酷炫来担任。那要孙生你呢？啊，你就演个配角，坐在旁边啊，让林演的充当一下。林演，谢谢啊，就是林演鬼演的环境人物了。这部分我没问题，他就看他这样。他没办法接受他当林演，他会不爽哦。他没办法接受，他不爽啊。可以接受吗？环境人物哎，来来 ，Hello。就是这类事情的 MV 和其他的角色嘛。你是说半数或是？老板都可以。老板怎么称呼？什么姓？我姓李。你是哪里老板？不是啊，我当然有我的考量啊。我要考虑到一个点阅率的问题啊，所以说我主部不选择当主角啊。好了，那就麻烦经纪人了。好，那你们继续讨论，我还有个会要开，那我就先离开。好。尽快给我答案，但也是实在。实在。实在，我长得也不输你。孙生他这个人就是没办法接受他当配角。哦，真的哦，也不会啊，那干嘛老外那么强？但是，我就是会怪怪，像是那种拖款那种厂商。那你不能单纯会画大饼那种啊？但是你不能单纯拿钱当零演吗？但是钱很多。你是疯了你？缺钱就零演。对啊，你说零演拿下两三万，你要接啊，我就不要接。你不当主角就不能接业配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我们也要好想这个。好。有没有人爱中间爱到这个地步，所想当主角？欸、不是，对呀、欸，有这么好抢？我们都很想当，很想到中间吗？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王朝马鞍？对啊，你们真的很想到。大人，像话吗？公堂之上，坐好坐好。刚刚那位虾在演什么？对不对？好像微电影哦。迟到嘛，就是说他抢机位，迟到，然后要抢机位，然后老师在那要抢那个。我跟你讲，哎呦，对不起。你要拿这个掏人？大人，你是傻了是吧？我跟你讲啊，在团队里面互相要礼让。嗯，对，有没有以前？本官也是曾经是修比度偶像天团，对，然后他们都因为我太忙，然后三个人先进录音室里面把主要东西都录完，哎，他留下坑坑边边卡卡的，才让我去里面唱。我也是一个金曲歌王啊，怎么这样？对不对？是因为你的声音太有辨识度，你唱那些边边角角，你们要彼此包容，对对，对不对？你们里面那个伟哥啊，算是你们三个当中最有才华的。他应该在 C 位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对，最应该在 C 位的是他，是，所以本官判定两个人都有罪，来画，互相拿一支笔，然后画对方。好，以后伟哥站中间，对，不要再抢了嘛，对不对？要彼此包容，变得好浪漫，事情怎么也变成这样？哦，真的要有一个谦让的心，来，上来。谦让的态度有没有？人家叫你这样 C 位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说：“哎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没关系。”对啊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两个人白说了，先不要。脸另一边，拜人，拜人。好 ，OK， 两位，来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惩罚他，惩罚他。